既然如此，大家开始投票吧。 苏轼一票，苏轼两票，苏轼三票，苏轼四票，苏轼五票。 苏轼六票，苏轼七票，苏轼八票，谢氏一票。会长，请留步。能否请您讲讲投给谢氏的理由啊？苏轼的百花争艳固然巧夺天工，但谢氏的秀品简单却有新趣。下官还想看看他们在下一轮会有什么新花样。 这第一轮比试，苏轼8-1暂时领先。第二轮比试为固色，3日后见分晓。诸位都退下吧。哎，来，哎，吃饭啊！哎，好，来了。 谢吧啊，谢吧，小心点啊！慢点啊！王叔，干嘛呢？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？不敢劳烦您，您还是陪包子玩去吧。这什么布料啊，怪好看的。这是云锦，刚从江南进的货，可贵呢。云锦？嗯。王叔，这不对啊，这上面没有赤金线，怎么会是云锦呢？ 没有赤金线，肯定是上当了。不行，我得把这批货全部退回。伙计，没想到啊，大名鼎鼎的谢氏绸布庄全都是外行。你赤金线虽然金贵，但是质地柔软，难成利容。这一年来，江南织造为了让云锦的品质更高，已经将赤金线改为圆锦线了。这批云锦仍是上等货，此刻你们退回去的话，岂不是闹大笑话了？ 当真？哎呀，你胡说！这位公子说的对。大少爷，这批云锦的确已经改成了圆金线。明儿，他说的没错，你去看看爹带回来的《江南织造新编》，上面有关于圆金线的记载。王掌柜，这车云锦先入库，跟我来。好，大少爷。还是你们家大少爷懂行。 你还挺懂布料哈，我还以为你不过就是个横行霸道的公子哥。谁横行霸道了？那日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要不然我现在给你赔个不是。不需要，本姑娘不接受。哎，你为什么不接受啊？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小小女子，别得理不饶人啊！女子怎么了？ 我那日不照样赢了你吗？啊，那你要是不服的话，咱俩再出个题比试比试。我也不需要，我们家已经赢了，我没有必要。你们家？你谁家呀？来，你看，苏轼绸布庄。我叫苏文宇，这就是我家的。 就是那奸猾舞弊的苏家人呐！谁奸猾舞弊了？你家呀！你才奸猾舞弊呢！你家奸猾舞弊，你还不敢承认？你说谁奸猾舞弊呢？你家哥，明明就是他作弊了，还不敢承认？你们家怎可能在2日之内完成如此精美的绣品？分明就是作弊！行了，别说了。苏公子，我妹妹心直口快，我代她赔罪。我这还要开门迎客，苏公子还是请回吧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往后说清楚。谁跟你说清楚？谁先放我屁了？你家怎么回事？哎，公子，您别为难我了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谢谢您。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不行，我要回去问清楚。少爷，你这么做，让同行怎么想？让文宇又怎么想？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么复杂的绣品，怎么可能是2日之内完成的？大家面子上不说。 背地里说不定怎么笑话我们苏家呢？你让文宇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做长辈的？你对得起我们苏家这块绸布庄招牌吗？大哥，我也是为了苏家好。你若是不领情的话，就等中选结束后，苏家的事我便不再掺和了。哼，你不掺和，难道你掺和的还少吗？公明。 还想继续营私舞弊下去，为我苏家博得一个千古骂名才甘心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地里干的那些勾当。高悬是你收买的，软缎是你提前就拿到手的，命题也是早就知道。 绣工精心准备的，如此大做手脚得来的证据，简直就是令我苏家蒙羞。哼，高大人是袁统领，而大哥跟袁道成不也是常年交往吗？我与袁道成私交甚好，但我从未让他替我做过昧着良心的事情。 欠佳，让你接手苏家的生意以来，你越加的胡作非为了。事情已然如此，大哥责怪，兄弟也没办法。你，第一轮比试虽然咱们家领先，但谢家的气势已经完全压倒了苏家。要想高枕无忧，还早着呢。大哥身体欠佳，还是早点休息吧。 兄弟走上这条路，这一步是不能回头了。哼！公明，公明，公明！哼！小姐，您有什么事吗？哎，这个我会。你来，你来，给你吃，我来。小姐，可是老爷不让你。打鸟，进去。哦。粗布。嗯。嗯嗯。又来干嘛呀？我是来想跟你说句话的。你我无话可说。 你还我！对不起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之前说我们苏家奸猾舞弊，所以才赢得了第一轮比试。你说的没错，是我们苏家作弊了。我们丢掉了商人的信誉，早就已经输了。我听到我父亲和我二叔的对话，才知道我们苏家确实胜之不武。那你还等什么呀？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跟我去公事局把话说清楚。哎哎 我可不去！你是不敢吗？我不是，我好歹也是苏家人啊，我也不能反过来举报自家的道理啊！哦，那你就是说一套，做一套。我不是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你道个歉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对不起，妮儿。你害谁妮儿呢？你别生气了，妮儿。你害人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参加锦绣大会凭的是真本事，问心无愧，而你们苏家却使出这样的手段。我知道，是我们苏家对不起谢家。不过，你等将来我去谢家提亲，我们苏谢两家联姻，在京城一定能成为最大的商户。 谁要嫁给你？谁要跟你成亲？我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第二轮我一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那行，第二轮我们就凭真本事。本次锦绣大会第二轮比试固色，台前三只木桶分别盛满了雨水。 醋以及白酒。现在就请苏氏、谢氏将自家布料依次进入桶中，一炷香的时间。 羊皮布料经过雨水、醋和白酒的浸湿，丝毫未见褪白掉色，令人惊叹。 仅凭肉眼看，确实难分高下。撤下！袁大人，既然难分高下，在下倒有个提议。讲。 把我们两家的布料放到烈日下暴晒，我们谢家的布料即使在烈日下暴晒3日，也会色泽如新。好，这个方法好。烈日下暴晒，方能见分晓。大人，万万不可啊！如果家事一局，苏家还讨不到便宜。这么多眼睛看着呢，必定要负重。无妨。 先加试一轮。好，现在就将两家的布料置于烈日下暴晒3炷香后，再做评判。时间已到，接布。谢家的布料一点都不褪色，是呀，放晒这么久都没褪色。挺明显的，不应该啊！就是说呀，这样真是想不到。你看，经得住考验。对呀。 谢家的固色技巧果然不凡，烈日暴晒3炷香的功夫，却丝毫未见颓败。2轮比试，苏谢两家打成平局。第3轮比试是染色，题目为赤。5日之后见分晓。这个赤要怎么展示？哎，妮儿姐姐，快看，看我画的画！你怎么弄的？都湿了，快坐下，我给你擦擦。哦。以后下雨天不要再出去乱跑了，会生病的。好。对了，妮儿姐姐，你快看我画的画，看，特别好看。 你猜猜我画的是谁？我可画了好久呢，你快看，是不是特别漂亮？还有这张，看，这个更好看。包子画的越发好了，真厉害。明儿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爹他们在为第三轮的比试发愁，这都第三日了，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哦，包子也没有办法。 这赤是人们最喜爱的颜色，因为它鲜艳、浓烈又吉祥。赤有深有浅，深浅不同，寓意也不同。可是要如何让赤字变得鲜明别致呢？还真是个难题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 快看啊！你叫我名字干嘛？快看，你哇！快看，是霓虹哎！好美啊！你说那上面会不会有人啊？我也好想上去玩，肯定很好玩。哇！有了！有什么？ 宁儿，你又跑哪儿去了？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我想到那块布该染成什么样子了。啊？每雨后出现彩虹，都会因为珍贵而令人欣喜。遇见它的人呢，也会视之为吉兆。哎哥，咱们何不以霓虹为题，染出一种七彩布料，七彩如意，寓也吉祥。创意虽好。 但通常的染色技法要使面料闪光，都会在上面加一些金箔银粉。但这种做法造价昂贵，并非寻常百姓承受得起的。那如果这种布料粗看之下平淡无奇，却能够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显示出七彩之色，岂不是会更神奇有趣？你的这个想法倒是和咱们家的祖传配方不谋而合。 但这种配方原料昂贵，需要大量的工序提纯固色，人力物力都煞费周折。毕竟咱们家的布料还是以价廉实用为主。可是咱们这是比试啊，自然是越珍贵越稀有为好。哥，咱就用它吧。就算是用了，我们却赢得了这场比试，今后也难以惠及百姓。这对于咱们家来说，就失去了意义。那既然昂贵的话， 哎，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啊？吃东西真的有用吗？试试呗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，要是你能想出来，就用你的办法呗。我。 爹，今天天气真好呀！爹，按宁儿说的，将贝壳代替珍珠磨成粉。 也只能尽力一试了。公子，您看看我家蝈蝈。不要。哎，来一条吗？哎哎，吃不得，吃不得，吃不得。您要来个娃娃吗？这个特别精致。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娃娃。哎，娃娃。您看看。嘿。哎，这个我认识，这个是老虎。哎哎哎。爹。 你们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咱们呀，一定要比苏家先到会场，这样呢才能显得我们游刃有余、胸有成竹。一定要从气势上把苏家压倒。你这小丫头，小姐，小姐，包子不见了啊！什么时候不见的？一大早我还见包子在院子里骑木马来着，后来有伙计说看到包子溜出府了，我已经叫人出去找了，可是没找到。那你们先去，我找到包子再来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这个时候还添乱。 公子，来看看这小挂件吧啊！哇，特别喜庆，好好玩啊！买一个吧。包子，卖包子嘞！来，谢谢。哎，包子！哟，客官，来看看，刚出锅的。哇，比我在家吃的还大。要不您尝一个？我们家的包子，这条街最有名了。嗯。 好吃，好吃吧？嗯，有肉的吗？有，这，你尝尝这个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客官，2钱。什么2钱啊？这，你吃了我俩包子，你得给我2钱啊。我没有。哎，你不能走啊你！你抓我干什么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这不明抢吗你？ 吃我包子！哎，是呀，没事吧？这，你快醒醒！快醒醒啊！有什么意外吗？快醒醒啊！包子，老板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呀？长得很高，梳着。 长得很高，那我没看见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家丁长得很高，然后扎一根这样的头发？没有。包子，锦绣大会第3轮比试，现在开始。苏老板，您先请。此乃纯正的皇家赤色，除了色泽够正够红之外，还在染料里添加了金箔印花，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此等布匹。 适用于皇宫内的大型庆典。苏家的染色工艺果然非同凡响，此块布料实乃天工之作。袁大人，您看呢？本官在公事局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纯正通透的染色技法。苏老板，好工艺！哈。 谢袁大人夸奖。谢老板，你也就别等着了，快把你们家的宝贝亮出来，给大家看一看吧。遵命。这就是你们谢家拿出来比试的布料？正是。 谢老板，您家的这块布还真是朴实无华呀。既然2位老板已经展示完毕，诸位大人可以开始投票了。高大人，草民尚未展示完毕，此种布料需披至身上方能展示，故在下做了一件简易的披风，可否劳烦执事起身为我试衣？ 能否再请您转一下圈？嗯。在下从事染织业已数十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布料。请问谢老板，这块布料是如何染成的？不瞒诸位，这种染色技法应该为我们谢家的独门秘方了。因造价极高，一直未能被投用。但前几日受到我家小妹的一些启发，才做了成品出来。 此种技法能重见天日，还多亏了我家小妹。此种技法工序十分的复杂，我们日后也会加以改进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惠及百姓。哼，不过谢老板，你们似乎跑题了吧？ 此布虽然神奇，但是五颜六色的，和赤有何关系呀？是这有什么关系？谢家的布虽好，但是偏离了主题，实乃可惜呀。高大人，谢某有话要讲。赤乃七色之首，在这块布匹里，我们将七色幻化为赤，又将赤延伸为七色。 谢某认为，这是对“赤”最好的诠释。为此，我们将这种布匹命名为“幻彩罗”。有理有理，确实有理啊！好一个幻彩罗，真的是巧夺天工，美轮美奂。谢老板，虽然说你的染色技法高超。 这块布匹也算得上是上乘之作，但是就如苏老板所说，偏离了赤之主题。对不住，我们不能判你赢。本官宣布，此次锦绣大会。且慢。 还未投票，怎能判定输赢？王爷，您醒了，王爷。来来，王爷。 我怎么在这儿？发生了什么？您误会了，我还想问您呢，您这些日子您都去哪儿了？你没把我们都给急疯了。那个赴宴之后，您为了救我，就被马车撞下山崖。我以为我的辈子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哎，幸亏这里的大夫见过您的画像，我接到消息，立马就给您接回来了。 对了，我从山崖上摔下来。小龙，哎，今儿什么日子了？王爷，今日初一。初一了。今日是锦绣大会中选的日子。王爷，这都什么日子了？您还惦记那个呀？您还是想想，您这些日子您都经历了什么？王爷，你去哪儿啊？王爷。 下官拜见王爷。参见王爷。各位请起吧。谢王爷。自从王爷失踪之日。 下官便夜不能寐，着实担忧。今日见王爷平安归来，下官总算是放下心头之大石。如若王爷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叫下官如何自处啊？王爷安好，您先请上座吧。上座就不必了。如今料理正事要紧。王爷所言极是。下官正要宣布此次锦绣大会的胜出者，还未投选，就宣布胜出。王爷既然回来了，一切由王爷定夺。 苏布染色技法纯熟，可算上品。谢王爷夸奖。而这谢布，则当得起“经验”二字。正如谢老板所说，赤乃七色之首，此布以七色换一色，一色换七色，其巧思可谓是登峰造极。 且谢家一直致力于降低布匹成本，虽是比试，但一心想要为百姓造福，着实不易。依本王之意，今日这一场比试，应由在场的全部官员投选，方显公平。诸位，意下如何？既然王爷亲自督办，我等照办便是。苏轼一票，谢氏一票，苏轼两票。谢氏。 两票，谢氏三票，苏氏三票，谢氏四票，苏氏四票。谢氏五票，苏氏四票。本王宣布，谢氏绸布庄摘得晋城贡商名号，赏金100两，择日进献幻彩罗，并制成夏衣，赠与西周使者，彰显我国力。草民遵命。 二位大人，啊，今日也太冤了，凭空调出来一个王爷，硬生生把我苏家的贡商名号给……还劳烦二位大人为小人做主啊！苏老板，你急什么急？没看见我跟袁大人一直在力保你们苏家吗？是你们苏家自己不争气。可我好了。 纵使那谢家现在获得了贡商的名号，那日后还不是要跟公使去打交道吗？那治他的法子多了去了。倒是苏老板，日后用得到您的地方也多得很呐。那日后，草民就听候二位大人的差遣了。按惯例，3日后在公事局将要设宴，款待此次参选的不商。届时苏老板务必赏光啊！啊，是是，在下遵命。 那既然如此，苏老板不如明日来一趟公事局。到时候这场内外需要怎么布置，需要哪些物品，会跟苏老板好好交代的。啊，是。苏老板，啊，还不快去准备准备？啊，那在下告辞了。 事情没办成，反倒让我掏银子替你们置办，官家的银子全都进了你们的口袋，算你们狠！哼！ 爹，公事局来了好几位大人，咱家成了共商，这次可是光宗耀祖了。你慢用。爹，您可是在想那位王爷的事情？哎，早知道我们收留的那个包子竟然是……早知道他是位王爷，当初应该想个更周全的方式。 不过他是自己跑的，也不是我们赶走的。但是这位王爷却像是不认识我们一样，甚是奇怪。爹，您忘了，他来咱们家的时候，大夫说他头受了伤，失了心智，想必后来是自己醒过来的吧。其实不认得咱们也好，你儿喜欢和他胡乱玩闹，到底也是不成体统的。那我们便顺其自然，此事就此作罢。 不要多生是非，毕竟是位王爷，身份尊贵。要是知道自己曾经成了个傻子，不免难堪。还有，洛王殿下的事，不要告诉妮儿。这个丫头疯疯癫癫的，知道了，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来。凤儿明白。嗯，谢老板，谢老板，恭喜恭喜啊！多谢二位。谢老板，如今夺得共商之位，这真是。 众望所归啊！过奖过奖，承蒙各位抬爱。哎，依我看，以谢老板的实力，大可胜任共商行会新任会长了。哎，兄台所言极是。小娜苏家霸占共商行会几十年，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一心就想拉拢公事局，早就该下台了。啊，不不不，谢某才疏，实难承此重任，二位万不可再提此事。 不提不提不提，里面请。好嘞，恭喜恭喜！谢谢老爷。门怎么关了？恭喜你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当然是来道贺的。道贺什么呀？皇榜都贴出来了，你们家都成为共商了。真的呀？太好了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喜欢山茶花？我知道有个地方叫迎春园，里面种了大片的山茶花，特别好看。 真的呀？真的，不过昨日我去，现在还未开园，但也无妨。10日之后，那里会举办签购会，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，怎么样？签购会特别热闹，那说定了，10日之后我在这里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好，那到时候见吧。哎，让开，我先回家。不见不散。下官定当全力去办，还请王爷放心。那就有劳袁大人。 王爷，袁大人，人到啊！草民见过洛王殿下，见过袁大人。谢老板免礼吧，本王也不是什么拘礼之人。今日唤你前来，是关于赠与西周使者贡礼之事，王爷有些不放心，想听听谢老板的意见。既是用幻彩螺制成赠礼，自当竭尽全力，在花样和染色工艺上也会再多下功夫。谢老板，公事局的意思呢？既然作为国礼，是否当与平日市售的这些布匹区分开来，方显尊贵呢？谢老板不必在意，幻彩螺色彩鲜艳，质地上乘，就算是作为国礼相赠，也是极好的。